我对岸在白纳，风雨漂泊的残留。导演，怎么回事啊？钻石跑哪去了？你继续往前挖，一会儿就挖到钻石了。那我再信你一回。不再举手，戏子多久，可怜女主。导演，你说的钻石呢？你再挖一格就是了。我才不信，后面肯定是陷阱。看我往下挖，绕过去。慢走一本接老手。竟然是黄金，虽然不是钻石，黄金也行。竟然还有，看来我挖到一条黄金矿了，我这是要报复了，谁也拉不住我。黄泉不是无知手，戏无苦难左右，换过一折又重头，直到最是问人不能。你别挖了，上面有陷阱。你说的话我才不信，你就是不想叫我挖，你就是嫉妒我。看我马上有钱了，你不舒服，我才不会叫你得逞。哦，戏子多久？